咁開完兩杯，食完碗面就收個盤。哈哈，事不宜遲，即刻為大家送上第一單猛料。今日又帶大家去睇樓，元朗其實有幾大呢？嗱，其實元朗咧有138平方公里，有615000個人口。呢個統計係2016年統計嘅。咁我後面咧就係、是、YOHO 區咧，即係 YOHO Town、YOHO Midtown、Grand YOHO 同埋新元朗中心，加埋我哋對面而家起緊第四期嘅 YOHO 系列啦嚇。呢、這個平台入邊咧有8300伙，33000人。如果你哋唔想住得咁逼，只係可以享受翻佢嘅配套設施嘅，其實有一個選擇。一路之隔嘅倚聯，2分鐘車程嘅啫，好近好方便。我而家即刻帶你入去睇下。同大家睇下，咁而家呢個業主咧係放緊1050000嘅，咁、那個面積就係778尺，咁呢輪真係賺到夠啦！我真係好想俾人賺下。後邊呢個景觀好靚嘅，咁我帶大家睇下。马上同你截击第二单猛料。倚联有780个单位，其中732个是标准的单位，48间洋房。三月份的成交突然间是多了的，因为2014年入伙到现在已经是过了 SSD 了。倚联的成交有7宗，其中6宗是买卖，1宗是租。买卖平均价去到13500元，如果租金的平均价是30元。好，终于拍完今天这条影片，所有的資料我都會打翻曬喺下面，留俾我未拍嘅，咁我希望陸陸續續去拍啦。多謝。